中的同学啊，恁着将荣光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用耶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给耶和华。带礼物来入伊的院，就用圣洁的灯塔敬拜耶和华，全体伫伊的面前仰仰拜。六位兄弟平安。这时，咱来吟诗阿罗上帝。圣诗第七十二首，圣诗第七十二首，请起立。
一个牧师，啊，伊在分享讲，有一届，啊，在父亲节时听到伊查某囝对伊老母来讲，啊，妈妈，今是几号？伊老母就讲，八月八号啊。哇，这做牧师的老百姓内底真欢喜，讲每一冬吼，拢是母亲节，互人纪念啦。今年总算伫听候，我查某囝注意到我的需要，哇，心内底底下真欢喜。哎，无想到伊的查某囝甲伊老母讲，啊，今日八月八号吼，我冰箱内底物件阁过期啊。哇！伊心内底是内心伤心啊，每一冬拢是安尼过日子，敢若亲像做老爸人，伫父亲节时无予人重视啊。逐年拢是过这母亲节，但是我相信咱每一个做老爸人嘛有上帝来祝福。但是要得到这款祝福代心，有一项代志，咱伫只互相来提醒。其实做老爸，的人应该是爱陪伴咱的子女。有人在调查暑假的中间，其实咱暑假已经过了一半，有62%的囡仔伫厝内底伫拍电动、伫看电视。有当时因为爸母太过无闲，也是讲工课无闲，啊出去外口搁爱开钱，所以下班了后收忝，规气莫带囡仔出去佚佗。所以，这囡仔就交予这三 C 的产品，电视、电动，还是讲电影，其他的物件。有一些人认为讲啊，我真无闲，啊，有当时囡仔在吵时讲，你赶紧先耍下电动啦，较乖的。本来真乖哦，耍电动了无乖的。人讲日头请爷爷，电动当作饭在吃。这囡仔，你叫伊莫拍电动，是会生气呢。但是咱遮做长辈、做阿公阿嬷的、做爸母的，常常将遮物件交予遮电动来管理。你看这囡仔拍电动时有专心无？有无？看起来哪亲像真专心啦、啊？其实伊的大脑都无在思考。咱才知影，咱的脑部的所在有一个叫前额叶，在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。还未完全发展完全的时候，这前额叶这所在本来是在管理情绪、认知，还是做一挂决策、决定代志，还需要这前额叶来决定、来使用。但是囡仔在拍电动的中间，有一个医生在调查，在拍电动，尤其是这暴力的电动的中间，伊拍电动的时候，这前额叶应该用这个。电子扫描了后，发现讲，这个所在拢是欠血，表示无得运作，表示伊拍电动的中间，拢是头脑放啊空空空，看起来真专心，但是头脑无得运作。所以当这爸母甲伊讲，啊你去拼粪扫，啊你去洗身躯，啊你去做啥货，就讲啊，我袂，恁家的代志，因为安那，前额叶是管理这情绪中间一项。你叫伊做代志，你叫收代志，伊拍电动了后，我都做真好个决定。所以我呼吁咱在座咱的爸母、做老爸、做阿公阿嬷，咱袂当将咱细囝交予电动甲电视，尤其是只玻璃顶头的电动。我咪讲正解，一定是算只玻璃电动滴到杀人即款的结果。但是咱个相信，咱只医学报道顶头有发现即款的物件。当伊在耍电动的时候，看到这红色的部分就是欠血所在，是脑部这部分欠血，表示无得运作。在囡仔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这部分还未完全，一旦发展了后，还未完全发展的中间，你若让伊拍电动，伊就失去原底应该的功能。我在无会中间，有拄到30几岁的人，伊无都去上班。为什么啊？伊讲网络这刷要切断去时，伊就避免嘞。伊就要甲这老爸、老母相拍。为什么？情绪的管理真差。伊在拍电动中间，互电脑控制。伊的前额叶根本无得运作。
尤其是对这个玻璃的电动来讲。所以咱做老爸，其实上好就是爱陪伴伫伊身躯边，做伙佚佗。有只牧师做一个调查，伊对这心理学、医学、社会学角度来看，你莫看囡仔伫遐耍、伫遐佚佗、办公会啊，还是讲秘书车，有重要无？伊透过即款的活动呢，会当增加伊脑部，增加伊的头脑顶头的需要，脑部的发展。但是咱即马即款的活动，拢交予电动处理啊。其实司机咱有办真侪活动对无？囡仔即台语啊，司机的真侪活动，咱应该将咱囡仔带来到教会，予咱人甲人中间、老爸甲囝儿的中间有真亲密。做伙开时间，做伙佚佗，做伙做一项代志，尤其树林顶头有意义的代志。但是咱的台湾的，咱有做一个调查，发现讲，每一天有甲老爸讲话的时间，有人讲无讲话百分之四，四点三，啊，有讲话无到十分钟的，是25.1%。你看这数字，你会惊未？就是讲，囡仔伫咧厝内底，拢无甲老爸讲话，大多数拢无甲老爸讲话，就算讲话无外久的时间。有当时老爸上班加班，回来厝了后，囡仔拢已经休困啊，哪有时间讲话呢？但是这是咱的社会问题。咱做基督徒，咱时常爱开时间，甲咱的家里做伙，尤其是吃饭的时间。不是予电视来使用，不是做伙看电视啊。在美国嘛，伊是调查40%，即个囡仔的成长过程中间，无老爸来陪伴，就算老爸在身躯边，嘛是对因一个伤害，口头的伤害，肢体暴力的问题，予即个囡仔成长过程中间真艰苦。人讲即个世代是无老爸世代。因为老爸哪曾就有伫身躯边，但是甲因的生命中间无一个结连。有一个泰瑞牧师伊伫分享，伊是囡仔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估计咧讲有一个囡仔，伊听候伊老爸甲伊做伙去钓鱼啊，伊啊等，伫啊等，伊讲拜六早起咱做伙来钓鱼啊。这老啊，这细囝着拜开始等，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，总算等着拜六早起。但是呢，伊老爸安那袂记，摕一个 computer 电脑经过伊头前去上班。你看这细囝会伤心未？啊，伊老爸想到啊，真正阁袂记吼，啊，就家己囝儿约束讲啊，无后一个月。咱来做伙过来去钓鱼啊！啊，去钓鱼啊！迄个所在，哇哩水，哇哩好，哇哩安怎？讲一大堆啦。结果呢，一个月了后，这细囝逐工伫遐听候、听候、等待，真正到迄天，老爸阁袂记啊。这牧师在分享讲，伊的心灵本来是对听有接受、开放，伊的心灵对老爸。但是对他开始讲，我无爱相信老爸所讲的话，也是讲伊就抓，即大人讲的话绝对袂当相信。伊将伊心门安怎关起来？伊将伊性命关起来？伊老爸对伊听，伊袂当接受。所以咱陪伴咱的囝儿真重要，咱甲咱的囝儿中间有一个亲密交配关系嘛。对这台湾人来讲，伊拍分数，台湾人的做老爸是40分尔。人家统计调查，结果是台湾人老爸只有40分。虽然咱愈来愈有钱，虽然咱愈来愈拍拼，但是咱只有40分。因为咱罕得有时间陪伴咱的囝儿，咱甲伊生命中间无好的连接。圣经是常在提醒咱，咱的生命中间爱真多
囝儿真好诶模范，但是咱是怎样陪伴咱诶囝儿？咱一代甲顶一代无共款，即摆世代安怎？做老爸有进步吧？有吧？古早是16%，即摆62%，陪囡仔困，换尿珠啊，洗身躯，广告书，洗碗，啊，咱遮查甫有进步无？吼、哦，进步真济呢，但是依然是40分，真奇怪。就表示讲做遮无够野啦，咱甲咱家庭中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咱甲囝儿中间有亲密的关系，交陪，有讲话，有开讲，做伙佚佗，做伙欢喜，做熟人的代志，做伙读圣经，做伙祈祷，生命的交陪啊！即个我到伫缅甸迄个所在，啊，遐是真宋乡的所在。是甲台湾人比，差不多是50吨的台湾啊。伫迄个所在，我拄到一个青少年，因为伫迄个所在，因要去啊，伊老爸去中国上班，因为中国上班是迄边的薪水20倍到30倍。伊为着生活，必须爱离开个故乡，离开个家庭，到伫中国迄个所在上班。即10几岁少年人。伊看起来真欢喜，但是伊内底心灵有一个空虚，就是那亲像去失去了老爸迄款的关心甲疼，看起来真活泼，身体嘛真健康，但是伊心灵中间有一个欠缺，就是无老爸做伙，无老爸陪伴的心灵的痛苦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做老爸。咱的学习，咱的心爱回转，做老爸爱回转，用咱的囝儿，地搞咱的囝儿会当回转，用咱的性命。但是即卖社会有真侪真奇怪的现象，现象吼，比如讲为着民主的原因，别人在发的是隔壁讲要修理水管，你有进去，厝内底我免洗毛巾，还是讲做工课加班。所以老爸无伫身躯边，应酬的原因，也是讲为着家己要钓鱼啊，家己的需要，家己的兴趣，甚至有第三者原因。所以咱都看到咱的社会，即摆世代，甲咱就是无老爸世代。但是咱真侪一个基督徒人，应该是无共款的。上帝予咱有一个使命。上帝帮助我们有生子，这是上帝手术的产业，我们就照着上帝话来给养成。有一个16岁这个青少年，他说我要想要的东西爸爸全部都给我，但是就是没让我们全家有做伙的时间，这是真痛苦真无奈心里的话。我相信上帝提醒咱，咱的做老百姓爱专恩咱的家里，地搞咱的家里的心再当专恩老百，但是咱的心还未专恩家里正经，咱的心爱专恩什么人？主耶稣，咱的天父上帝，等咱的心转去上帝，恩上帝。咱的家里的心，主人嘛会恩上帝。地搞咱回头来看咱的家里的事，咱的家里跟咱性命、小的性命，才有合一做伙。这世代是一个无老爸世代嘛，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提醒。上帝要予咱做老爸心，活转咱的家里，家里的心活转。在我们的老爸，让这个地不用受到咒诅啊！我们像台湾很多问题，不是吗？我们像我们地受到咒诅啊，但是上帝要来改变我们台湾这个土地。我们这做老爸有一个属灵的责任，就是我们先专恩主耶稣，祷告我们专恩我们的家里的事，有那种属灵的责任，有这属灵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家里可以滚地。在世当中有一个
这宜林这查某囡仔考到基测是600分啊，每一科拢是满分。有人在问讲，啊，为什么你的查某囡仔遮厉害？伊这做老爸虽然是一个伦敦一个大学的博士，妈妈嘛是一个硕士，伊厝内底当然有真好的这款学历，但是伊在甲别人分享的讲，其实我嘛是一个真普通的家庭啊。我只是信主的家庭，但是我愿意开我的时间，甲我的囝儿做伙。伊讲，我的头脑毋是讲真好，但是我的用心栽培、陪伴我的囝儿，这是上界重要。伊介绍伊的查某囝有三项代志爱做：交往三个朋友，头一个朋友就是运动、拍乒乓。伊在拍乒乓的中间安怎培养伊只自信？培养伫啊，伫信心这方面，伊讲伊弹琴的中间，伊音乐方面就是艺术方面，就是弹琴。等伊郁助的是心内底无底头艰苦的时，就弹琴啦。第三项信用上界重要。伊讲全家去做礼拜，全家参与伫教会服侍甲聚会，互伊心灵得到帮助。所以伊讲，我查某囝是真普通的人，但是伊基础满分600分，这无算啥。但是伊甲别其他家长分享讲，咱真无闲，咱有开时间甲咱的囝儿做伙无？在成长的过程，伊在分享讲，伫过去的日子，伊查某囝伫遐爬时、学走路时，伊就陪伴伫身躯边。扶遐倒啊，伊啊开始在学走路时。伊就陪伴，考试之前伊嘛陪伴，甚至伫幼稚园内底头一天去上课，伊嘛是陪伴伊，陪伫身躯边帮助伊。参加教会献诗的时，伊就尽量坐头前，甲伊鼓励，甲伊翕相。所以讲，人讲听是啥物？伊讲听就是 time，T-I-M-E。就是听到是开时间将伊的性命甲囝儿分享，开将这宝贵时间甲咱的囝儿做伙分享。咱做咱老爸的人，你发现你的性命中间，你的性命改变，你的囝儿就改变。我感觉真奇怪，我有一寡歹习惯，我的囝嘛有咧，我无甲教，很奇怪。我咧睏的时候，我脚是安尼踏做伙啊。我有一次在看，为什么伊困时嘛是安尼？啊，无困做伙啊，奇怪呢。啊，是伊生命中间有一挂观念够共款，我毋捌教过伊即款物件，即款的观念。安尼甲共款，愈来愈生活。所以咱在座咱每一个做老爸人真重要，咱是属灵的官兵。做老爸有属灵的官兵。拄啊，诗篇127篇第30所在有提醒咱，今日是上帝手术的产业，这个产业不是你的，是上帝的啊！你要怎样塑造你的今日，是照着上帝的心意。今日不是你的呢，是上帝手术的产业，这个产业是属于天国的百姓的产业，是属于主耶稣的产业。咱就照上帝话来个优持，假使。箴言22章第60所在讲，教养这囝儿，予伊有合宜，就是到老拢无偏离，无歪错，就是照上帝话去甲幼稚帮助伊，予伊属灵的性命照着上帝话去行。咱注重的是啥物？咱礼拜时间应该敬拜上帝时，你去送去补习班吗？你注重的是啥物呢？上帝将咱的囝儿放伫咱的性命中间，咱就照上帝的心意去塑造伊的性命。咱参就拄仔所读经文中间，这圣字同款，这字呢，咱参就用书手这个字啊，囝儿少年时所生这个囝儿，咱参就用书手中的字同款，这字啊是有气力，是渐渐会当。正经的是会当使用，这字提出来要写出去的是有困难的，但是这字
平常时你还抹好来啊？咱的囝儿，咱亲像只勇士手中的钱同款。你平时就这钱的头爱抹好来，会当使用。你伫上林的战斗中间，你会当从这钱摕出来写的时有功效。我实在是真感谢，我有一个熟龄的老爸。我相信我的老爸嘛是安尼想，当伊将咱的三个兄弟啊对这钱的袋啊摕出来时，这钱每一支拢有亏啦，是活到真来，会当给上帝来使用，唔是给伊使用嘞。有当时咱做老爸老母的人时常讲，囝儿敢是我饲的，伊爱听我的话，但是唔是伊爱听上帝话。咱就爱照着上帝的心去行。咱的生命、性命会当真做咱的囝儿的好的模范吗？箴言十七章第六节所在讲，老爸是囝儿的荣光啊！老爸是囝儿的荣光。当别人提你老爸的名时，你有感觉见笑，还是荣光呢？当你的细囝提你的名时，伊感觉是见笑，还是荣光呢？咱的性命若是有属灵的魔幻的，当咱别人提咱的名时，咱会感觉讲提咱的老爸的名时，咱感觉真荣光。咱的囝儿提咱的名时，感觉无地到见笑，是充满着感恩，是会当学习的对象。我相信咱的性命就要学习上帝的款式。上帝甲主耶稣同会同款，那像天顶的老爸，地上的耶稣同款，迄款属灵的连接，咱甲咱的囝儿嘛是安尼，合一做伙，合伫上帝心意。咱知影这射箭是啊，射出去有功效，毋是买了白一个锁下咧。伫华人的社会，时常咱这箭要射出去时，买了白一个锁啊！我的囝，你袂当做这個，你去读医学院再趁钱。我的囝，你爱去考律师。哦，我的囝，你应该安怎行？你袂当读音乐，以后无出脱。你是查甫，你爱读电机，你爱读电脑。你敢有问讲上帝，你的心是怎样嘞？有当时咱射出去了，无愿意放手。这钱是上帝所拥有权的，不是你。咱的华人的社会常常做老爸做主，但是唔通袂记，咱是上帝做主。咱将主耶稣的事放伫咱囝儿的性命中间，予伊一生到老拢无偏离。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阮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今是庆祝父亲节，恳求你圣神引带带领，让阮这做老爸的人会当合主你的心意，让阮会当吃做你荣光的器皿，让阮去行大顶头会当做后一代属灵的引带者。我相信这世代不是无老爸的世代，这世代要充满着上帝你属灵的老爸的世代。每一个老爸要领受上帝信心来的鼓励，为信心来上帝你话语的提醒，让咱的生命不断更新变化，让咱的囝儿会当跟得咱的脚步。主啊，恳求你加添鼓励在阮做老爸的心中，当阮的观念改变，当阮的生命改变，转向主耶稣的时，阮相信阮的囝儿要转向阮。我每一个人会有这款属灵启示，就是当你今日看到咱生命有好变化的时，愿意跟随我，就像我跟随主耶稣同款。特别上帝啊，恳求你，让阮这世代、后一代这囝儿比阮更加好，一代比一代更加充满着上帝你应光的同在。祝阮同心祈祷，伫你面前。咱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
快乐。阿公父亲节快乐！希望我的爸爸、我的公公还有我的先生，祝你们在这个特别的父亲节快乐。自细汉，我的爸爸都安尼教我牵咧，牵到一路我大汉，即马我已经大汉啦，所以爸爸即马娃娃牵你出去耍。谢谢爸爸，我爱你，父亲节快乐。感谢我的爸爸，虽然他已经去天国了，但是我在这里很思念我的爸爸。就是生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也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么好的爸爸。感谢你，你是我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然后有很多困难的时候都是你陪伴我度过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人生。所以现在父亲节，虽然你都不喜欢我说我爱你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我爱你，父亲节快乐。爸爸我爱你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爸爸父亲节快乐，我们都很爱你哦。我的爸爸其实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呢，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爸爸，然后还有我的 uncle， 还有阿伯，然后当然还有我的妈妈。所以祝天下所有的爸爸都父亲节快乐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我很感谢我爸爸在这三四十年的日子照顾我们。那虽然妈妈过世的比较早，但是都是爸爸这样呵护我们长大。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。爸爸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，他每天早上都会提早起来，然后每天都很准时的叫我起床，然后叫很多次，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很健康，然后祝他父亲节快乐。爸爸我爱你，感谢你生我、养我、教育我，让我要爱什么就有什么。阿妈感谢你，祝福我的家庭，让我有一个好的先生。感谢你，你现在已经卸下地上的劳苦，在天顶。咱期待过会当相见。祝爸爸父亲节快乐！感谢你让我不愁吃穿，你也从来没有打过我。爸爸，我爱你，我很想你。哎。你在天堂安息，在上帝的主怀。爸爸我很想你，也在这里祝你父亲节快乐，爸爸节快乐。哎呀，真早的过身，59岁就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一生上遗憾的就是讲，在我信主的前几年我无机会和阮爸爸吼到位来信主。感谢爸爸吼，安尼甲我抚养他。抚养我一生吼，让我原来有学习到你的做爱精神啊！这是我谢了爸爸最大的。爸爸无伫个啊，总是爸爸对我很大影响，非常照顾啊。啊，从细汉开始，伊各方面真侪物件伫遐拢会伫遐给我教学。因为我安尼真辛苦来成长，我非常的感谢。虽然我真细汉，我12岁，我的亲生的爸爸就离开我，总是真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来到伫台北了后，有一个李和平执事，是咱上人教的李和平执事，非常疼我，伊就认我做查某囝，所以我真感谢主，佮有一个李和平爸爸来帮助我。虽然我的爸爸拢袂当教陪伴我真久。总是我坐天顶，阿爸，上帝感谢你，多谢你安尼这么疼惜我。信仰的顶面有真好的脚迹，有真好的模范，留互阮。阮当然，你伫天灵吼，阮会真不时甲你笑脸。爸爸很想念你。虽然你还袂信主，不过我知阮以后嘛是会当搁伫天顶甲你见面。我真怀念你教我做真侪菜，和我伫煮饭的时阵，会当常常伫煮洗菜的时阵笑脸你。爸爸，我真笑脸你。阿爸，虽然你现在不在了，可是我知道哦，在你过世的前几年，你都有来我们少年教会做礼拜，所以我相信上帝一定也在看顾着你。我很想念你，谢谢你小时候一直都很照顾我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把我背在你的肩膀上面，然后保护我，不让外面的小狗接近我，因为我怕狗。谢谢你，我很想你。有一天我会在天上再见，一定要等我哦，不要忘记哦。我
我想你，真的。啊，我真想念我的老爸，虽然伊已经无伫个，总是伊的真好的教导，甲伊的真好的规矩，我即马还阁想到伊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有伊好的教导。我才有法度能够我的囡仔教好势，多谢你，多谢爸爸，多谢。谢谢我的爸爸，对我的成长过程的影响都一些正面的，然后这几年下来都一直都蛮想念他的，但是我们相信以后可以再添加碰面，感谢主。最后说，爸爸我爱你，爸爸我爱你，父亲节快乐。感谢我的爸爸，在我上班做饭的时阵，拢替我照顾我的两个囝，我的后生，我的查某囝。而且非常感谢我的爸爸，我食过足侪回，阿妈甲你揽过。有机会，我会好好甲你揽一个。爸爸，我很少抱过你，然后希望今年的父亲节可以用拥抱当作父亲节礼物。爸爸虽然唔爱带你难过，但是感谢你的帮助，我直接要带你讲父亲节快乐。啊，伫教会内底向称做师爸，啊，即卖已经叫做师爷爷啊，心内真侪感受。刚才想讲顶摆阮爸爸留什么给我，啊，即卖我应该会留什么给我下家一代，这是我最近从思考的代志。哎，啊，爸爸即过到我生日，啊，请大家莫忘记哈。这是咱来吟祝福诗512首，吟诗了，请天牧师来祝祷。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上帝主爱、圣神的相通，让阮每一人成做有使命感的门徒，在末后世代，让主耶稣来使用，将咱家庭、跨国、上帝引带带领，让咱下一代成做主耶稣的精兵。愿上帝怜悯、疼痛、稳定，甲阮同在之地。奉主耶稣圣尊名求。阿门。加者密度散会。